哎呦我的妈！干嘛干嘛？啊！你干啥呀？这玩意儿干？给我打懵了，这脑瓜子嗡嗡的，凭啥打我？不行，我还能受那窝囊气，不让我吃，我就偷着吃。大哥吧，宝子们啊，等着跟娘们喝的这个，咱家的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特别的好喝啊，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然后只有燕窝银耳和豆浆粉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啊，老人和孩子可以放进去喝，平时可以当个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或者是代餐，现在有活动啊，宝，19.9直接给大家发，满满的4大包啊，19.9直接给大家发满满的4大包，然后里面都是那种，拿一个，没劲儿。里面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，直接温开水冲开就可以啊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赠送一款视频同款的泡沫杯，有喜欢喝的或者没尝试过的老铁，趁着现在活动还在这儿呢，抓紧囤起来吧！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了。嗯，你看，是你吃这玩意儿吗？来个。